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这个菩萨道通道极乐世界。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这个地球上的五大洲，看到许许多多的。 同修，我们也由衷的敬佩。他们幸福，喜欢佛法，可是怎么样呢？不得其门而入，引起我们深深的去观察、去思维、去寻找这个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把这个原因找到，就没有法子帮助人。 原因，佛讲的很透彻，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糊涂，喜而不察了，当面错过，那就是疏忽了戒律。你看佛在经教里不是给我们讲吗？ 戒定慧三学，我们疏忽了戒律，不学戒律，于是定变成无明，变成愚痴；慧变成妄想，变成杂念。 学遍三藏十二部，还是无明，还是杂念？原因没有切呀！所以我们依照这个经教一对照，在家同学。 他的根本戒律是十善业道，出家戒律根本戒律是沙弥律仪，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十善业做不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假学佛怎么会成正果呢？哪有这个道理呢？那我们再细心去观察，为什么在家做不到十善业，出家做不到沙弥律仪？想想从前人能做到，为什么现在人做不到？ 这回顾到一个世纪之前呢，100年前呢，往昔中国人有家教啊，5000年传统的家教。 那才是根呢。
啊，你看哪家都有祠堂，哪一家都有家谱，家谱里面都有家规。啊，这一个家族的人，人人都要遵守的。啊，家族里面家规，你看看，不管是哪一家，一定是把孝悌摆在最前面。它有根呐。啊，今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过去家教的集大成，编得好啊！啊，全文1080个字，一句3个字，总共360句。是过去中国人从小到老都必须要遵守的，做人基本的规矩啊，他有这个底子啊，有感应篇因果的认知，所以十善业跟沙弥律很容易一接触，他能做到。那现在是儒啊，家教没有了，道也不学了，也没听说过了，所以接触佛十善业自然做不到啊，沙弥律更不必说了啊，这个是佛法衰微的真正的因素啊。怎么挽救呢？还是要从根扎起啊！所以我们提倡4个根啊，希望在这一次无比殊胜的法缘当中啊，释迦禅师起见护国惜灾，百切细念法会，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100个期是700天了啊，每一天也长30细念啊，700天的30细念，2年的时间。寺院、讲堂、学习经教、解门，8个小时。念佛堂，啊，有一些年岁大的，专心念佛的，念佛堂24小时开放，啊，日夜不间断。行门啊，悉念法师解行圆融读经念佛是行门，中峰大师的开示是解门，每一天听一遍大师的开示，我相信这700天大概在一半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啊，
参与的同修会得念佛三昧。这个念佛三昧纵然不高，也是净宗里面所讲的功夫成片啊，实在讲功夫成片就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得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啊！你在这个道上学一年，两年呢，我相信这里面呢有证果的，有开悟的。为什么？定能生慧呀！啊，这正法道场啊，四众同修在这个地方修六合经呢。啊，解门。啊，见火同解，我们每天八小时讲经，这是见火同解。啊，落实《弟子规》。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同学现在都知道了，认真把《弟子规》落实在生活。啊，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我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我自己一定要做到。我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是弥陀的弟子。我要真做到啊！那这一百个期圆满的那一天，得三昧的得三昧，开悟的开悟，证果的证果。诸位要知道，这个世间有这样一个道场出现，灾难就化解了。啊，那现在还有灾难？我们才开始一个星期，哪有这么快呀？这效果没出来呀！啊，至少要做到一年。啊，我们认真努力做，这个灾难呢会一天比一天减轻。啊，一两年之后，可能中国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了。啊，整个世界的灾难也会减轻了。那个时候，人家就相信佛法。哎呀，佛法不可思议。啊，佛法确实能化解灾难。啊，佛法教人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呐。佛法教人放下分别执着。去求明心见性。啊，这是上根人。中下根人呢，去求功夫成品，一心不乱。啊，这在净宗啊证果了。啊，所以在这个道场，首先心要定下来。啊，万缘放下。啊，先要发个心，这一百个期
啊，这两年当中啊，不离开道场。啊，你家里面家亲眷属，我不反对。啊，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了，回家去问候问候。啊，这个不算家杂。啊，在过去没这个事情。啊，你上到山上去修行，啊，你像庐山圆公大师的莲社，123个人，30-40年不下山，所以他道业有成就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每个月的时候给家人打个电话？这是什么缘故？从前我们有家，现在没有家了。以前你一个人到山上修道，你的父母家里老人有人照顾，你的妻子儿女也有人照顾，从前是大家庭，所以你用不着操心。你道业成就啊，就是报家的恩呐、啊，真报恩呐、啊。现在没有家了，而且这个社会上不孝啊，孝悌没有了。你一个月打个电话回家什么？这个是提倡孝道啊，这个是啊，教化众生啊，意义在这个地方。啊，问问父母好，啊，报报平安，啊，劝导家亲眷属，吃素念佛，断卧修善，不但能保自己的平安，也能保你居住的一个地区平安。啊，这是现代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学佛说得很好，他老人家一生无有地闻法可说。啊，那么佛说法决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知道这个时代社会有哪些毛病、病态，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我们有这个机缘，应当要做。啊，这个不算家杂。啊，昨天我们听到这个讯息，啊，四川的大地震，啊，今天的报道更详细了，啊，这一次地震的灾害不亚于30多年前唐山的大地震。我们相信这几天还会有更详细的报道。啊，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跟老和尚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发起救灾的运动。每一天到寺院来参学访问的人很多，也让他们祝福，不拘多少啊，极易成就啊，快速把这些钱送到灾区。也很幸运，我们四周围都受到这个地震的余波啊！我听说东面上海啊，台湾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也感受到。南面广东香港西北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这个地区没感到在过去齐居士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赞叹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东天目山有四个念佛堂，有三四百人在里面念佛，佛号日夜不间断。对，东天目山四周围有灾难的时候，他这里面有。庆云他建一个海岛金山寺，里面有个大念佛堂，我去看过也有两三百人很认真的在念佛庆云周边这县市有灾难的时候，他这个地区也没有然后他还提到汤池他说你们安徽四周有灾难的，你们汤池很安全这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佛经上所讲的境随心转境是你居住的环境随着这个地区居民人心在转汤池镇的居民都学弟子规都懂礼社会风气真的是180度的转变所以他这个氛围非常难得了学弟子规你到那边去学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蔡老师到我这儿来，我跟他讲，你到别的地方去讲弟子规，那个效果跟汤池讲的是迥然不同，他承认。为什么呢？你在别的地方讲，没有这个氛围。汤池这个小镇，40000多居民，个个都学。这种气氛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所以进入汤池你就能感受到。
和谐社会，礼义之邦啊！啊，做出来了，啊，做得还不够，还要努力。啊，不但那将来能成为中国的和谐社会礼义之邦的一个示范点，啊，还要做到全世界的示范点。啊，每一个老师，每一位护法，啊，护法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义工，啊，都是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了真正的好事。这一生就没白过。如果再能够加上感应篇跟十善道啊，那真的就圆满了。啊，那么希望实际禅寺的四众同修，无论是常住啊，或者是短期到这边来参学的啊，也能建立共识，在这个地方啊落实六合敬，认真呢扎好这四个根，一门深入，常识寻修啊，这个道场就变成一个真正正法道场。啊，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在落叶园带着五比丘建立了这个世间的佛法，所以我也相信在佛法衰微的时代，真正能够有五比丘同心协力，决定可以整心佛法。总而言之，事在人为，只要肯发真心啊，干真事，啊，真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我们是净宗道场。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是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一生不违背，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啊，弘法利身没有别的，你自己做出好样子，啊，真正好的成就，自然就影响别人。用不着宣传了，
啊，所以佛法的兴衰在我们自己，不在别人。啊，这桩事情，大乘教常说的“直下承当”啊，不能推卸责任。啊，直下承担的人多了，佛法自然就兴旺了。啊，汤池的成功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在那里提出和谐社会，礼义之邦，从我做起。啊，从我开始，然后从我家开始，再扩大，从我村开始，从我镇开始，他做成功了。啊，我们今天要真的想护持正法，啊，希望正法久住，啊，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啊，从我心开始，啊，从我们这个寺院开始，才能真正落实啊！啊，才能做出成绩啊！这个功德无与伦比啊！对自己来说，消业障。长福慧，这肯定的啊！不但智慧增长，你的福德也增长啊！对整个佛法来说，我们做出了贡献。自行而后才能化他、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见佛是一桩大事、啊、见佛就是你真正见到本性本善，本性本觉啊，怎么能真正见到呢？回头就见到了，回头是岸呐、啊！啊，从哪里回头呢？从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从贪嗔痴慢回头，啊，贪嗔痴。回头就是戒定慧啊，从自私自利回头，自私自利回头就是大慈大悲啊，从染污回头就是清净。从共高我慢回头就是平等啊，从虚伪回头就是真诚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佛。你真的见到佛了啊，回不了头。经教学的再多，你没见到佛啊，这个不能不知道。见到佛，你就成了佛了，你的功德就圆满了。所以见心成佛嘛，啊，那么这个成佛，我们在华严里面知道得很清楚，这不是究竟圆满佛。分真即佛，那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解，念佛法门所讲的理一心不乱啊！你这一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三辈里面上辈往生了我们的目标要高啊！古人所说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们的目标是最上层，上不去还在中层，也不错了。啊，目标不能定得不高。啊，尽量往上去，达不到也在中层。啊，中层。是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它不是凡人的净土啊！事业心要做不到呢，那就是功夫成片，这第三等的。啊，功夫成片呢是生凡圣同居土，决定往生了。啊，这个机会呀，不要错过，尤其是。实际禅师起见护国卸载发挥这个100个期可以像古大德所说的克期取证我在这100个期当中决定成就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能放下你放不下不要说100个期1000个期你也不能成就。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这个说得很高啊。啊，是不容易。真干的人，拦不到他。不肯真干的就全部被拦住了啊！那么最低的限度这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的
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起心动念的不要想自己的利益。把名闻利养放下，把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这十六个字是入佛境界第一道关口。这十六个字放不下了，那你在这一生当中是不得其门而入，很可惜啊！念佛不能往生啊，跟阿弥陀佛结了法缘啊。早年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老师常常提醒我。他说的是台中莲友啊，一万个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为什么不能万修万人去？原因就是放不下啊，就这十六个字啊，不能放下就不能放，不能往生，能放下决定得生啊。所以念佛能不能生净土不在别人，没有人障碍你啊，完全在自己啊。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两年里面啊，真正做到吧，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真正做到吧，随缘不攀缘。啊，什么都好。啊，不要去计较。啊，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跟大众相处。第一要紧的是谦卑，学佛陀的谦卑，学菩萨的谦卑，学孔子的谦卑，啊，要学让，啊，开头呢，忍让。那能忍才就有让啊，你忍不过你就不肯让了啊，功夫在提升就会有谦让啊，从忍呢就学成谦虚了啊，功夫深了，再深的是礼让啊，让里面就有礼这是你境界功夫不断向上提升的啊，决定不能增啊！啊，《坛经》里面六祖说得好啊，“增则失道义”，上面就是“此法本无增”。啊，这法是什么？佛法，佛法是没有增的啊，增道就没有。啊，所以现在社会里面讲竞争，这在佛法上用不上。佛法里头没有竞争的。啊，唯有自己能够啊，谦卑，能够啊礼让。他才会能懂得尊重别人。
无论什么人，你就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对什么样人是平等的尊敬啊，这是菩萨啊。学菩萨学佛嘛，要学得像啊。啊，尊敬人之后，你逐渐逐渐接近佛了，啊，你才会真正的慈悲心生起来了，啊，爱护别人，爱护众生的慈悲心生起来。啊，然后你自自然然的，你会关怀别人，你会照顾别人，你自动自发的会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菩萨心。啊，具足菩萨行啊，你才能见菩萨道，你才能证菩萨果啊。菩萨的果是正等正觉啊，确确实实这个事并不是太高，也不是太难啊，关键在起步，起步是谦卑。我们不能谦卑，就没有办法向上提升。啊，佛法第一句话就是叫人谦卑。啊，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礼敬诸佛，谦卑。你不谦卑怎么能做得礼敬呢？啊，那我们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禅意啊，你看头一句是一切礼敬，一心顶礼，这是谦卑的表现了。现在人不懂啊，我们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啊，汤池镇的风气，人见面都是90度的鞠躬礼，所以很多人去的感到很惊讶了，这个地方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啊，从哪里开始啊？从谦卑开始。不能把这桩事情看清了。啊，这是起点。啊，起点不认真的，后面就很难长成。啊，中国传统的礼教，你看《礼记》头一句，去礼曰无不敬，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对人对一切人恭敬，对一切事恭敬，对事恭敬就是认真负责啊，绝不马虎，对万物恭敬啊，对山河大地恭敬，就不会有灾难了啊。我们现在不相信祖宗教诲啊，不相信
这个宗教的教学啊，相信科学，科学什么？人定胜天啊，一定可以克服大自然，克服大自然就破坏大自然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因为地球生态平衡失掉了啊，大自然的报复就是天然灾害。那我们以善行，善行对待大自然，大自然的回报是慈善的，啊，是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呐，啊，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啊，我们对不起他，他也就对不起你。一样道理啊！啊，所以这首偈子是最重要的。从受苦当中反省，一定要见佛。啊，故当净发言呢，观其所应见。清凉大师在这首偈这个注解里面呢，只说了八个字：淫己之损，劝勿成矣。你看，他不是劝人，他是劝勿。勿里面包括人，人不能包括勿啊。你看，动物，人是动物啊，所以动物包括人，说人呢不能包括其他动物。物的范围太大了啊，不但这个包括动物啊，它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包括所有的物。所以物是变法界虚空界跟能大师开悟的幕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万物啊，无就是万法啊。从自己受到这些重苦啊，啊，为什么受苦？没有见性。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违反了自信，所以才受苦。如果随顺自信呢，那你得的是乐，那违反了自信啊！啊，自信是什么？大乘教里面讲的菩提心讲的简单扼要啊，自信什么？至诚啊！你看《观无量寿经》上佛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法愿心。这个心是顺着自心啊，这些名相意思很深啊，初学的人不好懂啊，所以我就用他的意思换了几个字啊，我把它写成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自信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这就是见佛
啊，你坐久了，你就得净法眼了。净法眼菩萨才有。如果我们养成习惯了，啊，学个十年二十年，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真的与菩提心相应。那你就得法眼净了。啊，华严经前面念的很多啊，啊，你得法眼净了。啊，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啊，一切万物万物，性相离世因果，就跟诸佛菩萨的看法很接近。真正与诸佛菩萨见合同解，那你的行为自自然然就是见合同修，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言行，随顺法性。随顺法性啊，那就是戒律嘛，不必要学了啊！你是一切戒律通通具足啊，没有一条违反啊，也是华严经讲的“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然后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这六合敬僧团就成就了。这个僧团能在这个世间出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什么样的灾难灾害自然远离祥瑞也，它就会集中在这个地方啊！靠谁？靠我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现自己志向承担，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认真去做，你也认真去做，他也认真去做，这正法救助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